大家好，欢迎回到 Second Take， 我是 Jerry， 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我们美国的超市，到底有什么球员卡呢？Oh shit！ 干，再一次好了。这个大家如果可能对球员卡不熟悉，其实球员卡你买什么 Tops 的卡盒，什么 Penny 卡盒，它会分为大概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 Hobby。Hobby 就是什么有保签啊，可能一盒保一张签、两张签，或是保一个用品什么的。啊，这种呢，通常要去所谓的 Hobby Shop， 也是球员卡店。啊，这个台湾呢，就只有球员卡店，所以就通常就是你看到就是 Hobby。但最近开始有进所谓我们第二大种类，就是 Value Box， 或是你看什么 Blaster 啊，什么 Monster Box 这种东西呢，台湾现在有些卡店也会卖。不过呢，在美国呢，基本上你要去超市才看到这些，这个像 Target 啊、Walmart 这些，就看一整柜什么。我们先带，应该会逛大概两家 Target 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状况如何呢？对，好，废话不多说，赶快带大家来看吧。这个 Target 呢是这个红色这个 logo， 真的是满满一整柜的卡，各种卡都有，有运动的啊，有游戏牌啊，像这里就有冰上曲棍啊，美式足球啊，足球啊，网球啊，左边还有游戏网卡，然后下面呢看一下，好像没有什么 Tops 卡，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有，这里有 Complete Set， 但 Complete Set 没什么不太行，然后左边就是什么 Pokemon 啊之类的。好，我们来到第二家，哇，这家货比较齐，这个 Pokemon 满满的，然后甚至还有迪士尼的各种卡。我们来看一下运动类卡的区域，有今年的 Top Scrum， 这个可以猜到斑马签名，然后还有 Top Scrum 的棒球跟 Prism 足球，然后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呢？哇，一样有 Complete Set， 然后高尔夫球，这个 Mosaic。我们刚从 Target 回来了，我买了这一盒 Top Scrum。2024这一盒售价呢是$34.99美金，再加税。这个是在美国的话只有超市买得到，不过卡店也会有了，之后它都是从超市进的。然后今天就赶快来开吧。这个呢，一盒呢总共有这个一包总共有4张，然后总共有7包，也就是28张。然后保底有2个 Sepia 跟2个 Pink， 这两个都是。那个在这个包里面限定了，然后都是没有限量的。然后这盒呢要抽什么呢？这当然就是新人啊 ，Elie De La Cruz、Jason Dominguez， 然后三本游生啊等等。不过呢，这个重点呢，还有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 MVP buyback eligible， 只要是今年的 MVP 的卡，你拿回去给 Tops 呢，可以拿就是换成这个买卡的钱。所以今年大概高几率，也不是高几率，就是 9.99。国联是大谷翔平，然后美联是我大法官。这个呢，就什么？如果是普卡的话，一张是20元，然后如果是非限量品型是40，然后如果是限量超过100的品型的话是100，然后低于100的话是200。好，赶快来拆吧。Wade Maggler， 看到后面有，看一下哦，这些都不认识，你是谁 ？Ray Wave， 这是 Ray Wave 吗？这是 Ray Wave。Luis Castillo， 这个 Real Wilson Contreras 啊、哦，这一包不太行。来下一包，这个呢，我今年呢我已经拆过这个 Tops Chrome 的 Jumbo， 然后之后再来开这个 Logo Factor。放在后面之后，心情好再开。大家想看我们开 Jumbo 的话，可以这个点我们上面的链接。我们有开一个很凄惨的 Jumbo 给大家看。好，这是 Henry David 前选秀状元，只是打的有点挣扎。然后 Xander Bogarts 这个 Josh Young 去年的大物 White Sox， Eloy Jimenez 的 Refactor， 我目前不太行啊，目前的8张卡。都是有点感觉要 GG 的节奏啊。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这个 Matt McClain， 然后 Charlie Bell， 哇，今年退休的洛基人，应该是会被退休背号。然后 Kiber Ruiz 跟 Cody Bellinger，
托伊今年打得不错，可惜小熊今年战绩没那么好。哦，对，说到小熊，还有金勇生态的新人卡，我们也有就会抽到。好，接下来是这个 Andrew Ebert， 这是谁？这个 Silver Press 哦 ，Yoshinobu Yamamoto 的 Prison Refractor 不错，然后跟 Jordan Walker， 哇 ，Jordan Walker 行不行啊？希望他赶快打出来啊！我有他一张这个，如果有长期看我们的观众知道，我有一张他的十分的一张，这叫什么 ？Black and White Mini Diamond 新人签，之前团赛中到的。希望他打出来啊，这张卡价值才会比较高。好，再下一张，后面是紫亮，不是紫亮啊，粉红亮，这是 Glasno， 这是受伤啊，不太行。Yellow 现大回春，然后 Ray 素今年哦，这个双城少主也是打得很好。哎，中签名哦 ，Blaster 中签名蛮难的，虽然这不知道是谁 ，Kyle Hurt。道奇队有观众在台湾，应该全台湾的球迷应该都是大股，都是不是大股说错，都是道奇迷吧？这个应该知道这是谁吧 ？Kyle Hurt， 这个留言告诉我他强不强。然后 Shane McKenna，Pink， 好，到现在呢，我们的两个保底的两个 Pink 抽完了，跟然后一个 CP， 应该理论上还有一个 CP 啊。好。接下来继续开，这是谁？不认识。Mookie Betts 这个我认识，可惜今年不是 MVP。哦，这个是 MVP，ALCS MVP， Giancarlo Stanton， 可以。接下来是被 Stanton 打爆的 Emmanuel Classe， 哇，他今年是真的很强。可惜季后赛呢，这个判若两人，犹如科肖在季后赛。好，接下来这一包。定生死虽然已经中一个签名了，但是可惜是不认识人签名。嗯，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希望来个法官或是修会有大尼。Cassis 哦 ，Cassis 今年打得很好。大家如果想要有投资一个比较稍微没有那么人气面旺，但是之后会在大 breakout， 今年他已经算 breakout， 我觉得之后会是一个很强的炮手，大家可以投资他。Nick Castellanos， 这个是 OH Corbin Carroll 卡仔，接下来这张 Nishi 象，哇，不过不错啦，中了一张我们的山本游生，希望他在世界大赛打好。然后这张这两张这是道喜盒，好，大概就这样。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猜 Top Score Logo Factor 的话，留言跟我们讲，因为你也舍不得开，毕竟很难买到。好，就这样，谢谢大家收看 ，Peace。